即使我们偶尔有些争执，但也能慢慢过好日子。直到一次偶然，我发现我美丽的妻子和另一个男人搂搂抱抱，举止亲密。美丽的妻子不再完美，我的人生还能继续完美下去吗？孟非，我今晚要加班，晚饭给你留在餐桌上，记得吃。我看着妻子桃子发来大短信，心里满是甜蜜。身旁的朋友看见我的表情，羡慕地说：“咱们这几个还是随哥最幸福，事业有成，家庭还这么美好。”就是，前几天同学聚会，我还说起你来，都是羡慕的。听着朋友们接连不断的话语，我心里更是满足。随哥什么时候跟嫂子要个孩子呀？我被问住了，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憋了半天只说出一句：“过几年吧，这几年生意忙。”众人见我含糊的回答，便明白了几分，再追问，而是聊起别的话题。孩子，一直是我和陶梦不愿意谈起的话题。其实，在结婚第一年的时候，陶梦就怀过一个孩子，但是最后不幸流掉。这个是成了陶梦心里的一个结，以至于到现在再也没有要孩子的念头。酒足饭饱后，众人散去，我难得有了几分醉意。这几年忙商业，做应酬，我的酒量早已不再是当年那个小白。也许是因为今晚提起了伤心的话题，我脑子晕晕乎乎的。代驾到的时候，我正给陶梦发着信息：“梦梦，明天回老家，你还是不去吗？”是孟先生叫的代驾吗？雨声脆生生的，有些像陶梦，却多了几分力。我有些摇摇晃晃的走到代驾面前，确认好信息后，就坐进了车里。车里暖气很足，甚至熏得我有些反胃。代驾是个小姑娘，看着我一个醉汉迷迷糊糊的躺在后面，也不知是关心还是担忧。先生，麻烦你系好安全带。我意识模糊，动作干脆。系好安全带的一瞬间，我也听到了车内落锁的声音。我下意识看向前视镜的人，女代驾一脸娇柔可爱，短发造型又添加了几分英气，真像陶梦。我心想到，不过陶梦更娇气点。我又想到，我和陶梦是相亲认识的，当时距离我交的上一任已经是4-5年了，她刚和前任分手没多久，来相亲的时候她的态度不算好，但也算不上亲人。我是不介意的，她那会年龄小，刚工作没几年，哪里知道该怎么处理掩饰自己的情绪。我喜欢她，当然不在乎她这点冷漠。后来我们俩才逐渐熟悉起来，经过了大半年的追求，顺利结了婚。我们一开始的婚后生活很是幸福，直到陶梦怀了孩子，我们非要从老家跑来照顾。最初陶梦不太乐意，后来还是我劝着说家里有个老人，或许多份保障才答应下来。谁也没想到，就是我妈的照顾，让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不到6个月就没了。我依稀记得当时陶梦躺在病床上虚弱痛哭的样子，还有我妈在旁边心虚又蛮横的样子。那年过后，陶梦再也不愿意和我妈接触。我没办法，一边是老婆，一边是老母，这几年只能两边跑两边安抚。我爹很早去世，我是被我妈一手抚养长大的。他的性格泼辣要强，亲戚邻里关系都不好。他总对我说他为我受尽苦楚，我心里也对他心怀愧疚。因此这么多年，无论他提出什么过分的要求，我们都尽量满足。孩子的事也算是我和我妈关系的一个转折点。从那年过后，他似乎也知道自己做了错事，不再一味的要求，而是每次回去都要和我话里话外地暗示他的难处，想要从老家搬过来一起住。我对我妈的转变心里很是复杂，一见老人向子女苦苦哀求，我心里不动是假的。从去年开始，我慢慢和陶梦提起母亲的事情，陶梦的态度坚决，我也不好强行接过母亲来。明天是我爹的忌日，我得回去祭拜。借着这个机会，我想让陶梦和母亲缓和缓和关系。回到家里，饭桌上的饭菜还留有余热，我心里暖洋洋的同时，对陶梦的愧疚又多了一分。陶梦作为我的妻子，可以说做到了十全十美，而我现在却要强行让她面对不讲理的母亲。发出的消息一直没得到回应。我扒拉了几嘴饭菜后，简单洗漱就上床睡觉了。一直到第二天醒来，陶梦依偎在我身旁，在我耳边轻声说：“老公，我不想去。”简简单单一句话，陶梦娇嫩的尾音隐隐约约有了哭腔。我看着她美丽的面容沾染上委屈忧愁，恍惚想到了当年她在病床上虚弱的样子，心里的愧疚更甚。我抬手抚过她的脸庞，轻声回道：“不去就不去吧，你在家祭拜就行。”陶梦这才忧愁转喜，笑着回道：“好。”下午我老家有礼物，我刚进门，我妈揪着这机器迎上来，见我身后没跟着人，脸一下拉下来。她怎么这么不懂事，做儿媳妇一点孝道也不懂。我无奈地放下手里的东西，一边安抚道：“梦梦今天工作着急，实在过不来。”我妈冷脸又接着骂了几句，我没再做声，心里对老母亲有了几分
他捏着手帕擦擦眼睛，像是落下泪来，看到这样的场景不心软几分。妈，不是儿子不想，但是上次你去了，后果是什么你不是不知道。什么后果？说多少次了，那是他自己身子都没扛住。你打算怎么样？难道不高兴？一提起那个孩子，我妈就异常激动，说的声音也高了几分。不愿再说，只能摆摆手继续说道，妈，我在吴城给你看好一间房吗？离我们小区不远，你要愿意明天就去。不去，我就和你一起住。面对我妈的强硬，我说你不要这样压，很不舒服。我害怕。老公，你刚刚想说什么？就是之前我和你说过的，我妈一直想过来住几天，今天我回去她挺着急的。你看这次陶弄不再回答，转过身去厨房舀好饭菜放在饭桌上，沉默良久，她低低的轻声说道。后我心里对陶弄的懊悔更深，主动走过去抱住她，语带心疼。你放心，这次肯定不会出事的。他只缓缓地点了点头，我安慰地亲了亲他的脸颊，抱得更紧。我妈到的时候是陶梦去出差的前一天，我独自前往车站去接我妈。我妈带的东西不少，大包小包的，嘴上还一直念说着，妈专门给你带了你爱吃的酱菜，今天回家。一开始我以为这个游戏很简单，随随便便就能通关，可第二我穿成了大女主小说里的炮灰男配，心上人是聂书和，是大女主，也是史记废我太子之位的人。在书里我爱他爱到死去活来，甚至不惜为了他与兄弟反目，与父皇对峙。聂书和的人生信条是不靠男人，只靠自己夺得这天下，最后我被囚禁天牢致死，江山颠覆，他在龙椅上笑到最后。可这次不一样了，因为我不爱他，我传承了大业朝尊贵的太子殿下，年仅18岁就被父皇赐予监国的权力，与几位兄弟间也并没有兄弟隙墙，九龙夺嫡这样的局面。可我有一个心上人，是父未婚的聂书和，在书里他是特立独行的世家，从小与我青梅竹马，陪同父亲在塞外行军多年，一朝回朝后心情大变，原著像是瞎了眼，愣是觉得他一点没面，还巴巴的贴上去，最后在天牢里郁郁而终。他不知道我知道，因为聂书和在书里的设定，回朝之前已经被穿越占据了身体，猛地从床上坐起来，打了个挺，看了看金碧辉煌的铜铛，嘴角怎么压也压不住。这舔狗谁爱当谁当，我这个东宫太子之位不香吗？兢兢业业，勤勉治国，登基为帝，坐拥天下不香吗？这里吗？羽人，不是会影响我拔剑的速度。所以当小四阿恒告诉我，聂将军与聂书和即将从塞外苦寒之地返京时，我面无表情地哦了一句。他们抵达的时间约莫是明天夜，殿下要去将军府见一见吗？不去，我头也不抬。怎的阿恒，你是觉得本宫很闲？父皇分给我的奏折你帮我看。笑死，原主这个舔狗真是没救。在书里我会屁颠屁颠丢下未批阅完的奏折赶去将军府与聂书和相会，结果秋夜天寒，他姗姗来迟，过不去啊。我倒是染上风寒，被送回东宫3日3夜没下过床，错过了奏折中最重要的一份。就前面过不去啊，请求朝廷开库赈灾的同时派遣得力的治水官员前往，结果就是永州哀鸿遍野，百姓流离失所，父皇将所有罪过都扣在了我头上，开始重用我的弟弟13王爷宁醒之，也是书里另一个炮灰男配，比我戏份重点。我知道，但大女主书里是没有男主的，他也是聂书和称霸大业的一颗棋子。聂书和实际让兄弟戏强，我和宁醒之反目成仇，在朝堂上不断削弱的事，最后让我在父皇面前失了信任，东宫颠覆，屈辱。后来他与秦观殿上带兵造反，宁醒之还来不及反应，便被斩首，父皇被逼退位，聂书和冷声大笑。他说：“这天下是他靠自己拼杀得来的，靠男人只会倒霉一辈子。”可他一路走来，依附着聂大将军，依附着我，依附着宁醒之，我们三人都是男子，所以所谓的大女主，就是踩着男人的尸体达成诺言，还要高举。
具女性独立自主的旗帜吗？我不当总统，所以我下定了决心，要扭转书里的结局，彻底捏碎灭鼠和成帝的愿望，把我大爷的江山紧紧攥在你家手中。这一回，笑到最后的人，只能是我。有时候，事实就是这么可笑。不去找灭鼠，他就会自己来找我。阿衡来禀报时，我正好将永州落灾的处理办法批复下去。不久后，赤水官员和赈灾营两一同抵达，永州百姓便不会再受苦。灭鼠和景。